那行，来来，好孩子，快来站这儿，站这儿，站这儿啊，站这儿啊。哎，好，今天机会来了，孩子啊。哎，你气儿大，终于吐金口了啊。你师父不是万能的，嗯，很多东西我也不了解。这个知之为知之，不知为不知，是知也不患，人之不己知，患不知人也，求为可知。师父，你还直接问我吧，哎，是。所以说啊，有不明白的地方可以让于老师教你。哦，有些个东西于老师要说你得跟我说，你是一样，你不许别扭，是说什么是什么。对对，知道吗？对对。哎，我记得好像谁跟我念的，说你们说说秦霄贤一天到晚不学好，老什么蹦迪去，有这么回事吗？啊，这事我认，一直都。首先说年轻人爱玩，师父是可以接受和理解的，但是不能耽误正事。是是，您说呢，于老师？一点不假。你专业你不行，你天天外边玩去，你唱歌啊，你什么跳舞去，你还唱着，你就算拿个摇滚协会的什么这主席，你算个六啊，是不是？你不好好说相声，你穿奇装异服，还大夹克，还弄个墨镜，还穿那个玩，我要有花椒木，我就弄死你，知道吗？说实在的了，我不说你，我是给你面子，我管你多大岁数了，是不是啊？真是的，慢说是你郭麒麟又怎么样，对吧？我就跟说我亲儿子是一样的。啊哈，大爷，没人说我呢，大爷，你什么来？没有，我告诉你，没有，我听出来了，是说我的。大爷，别往心里去，说我什么情况？您这、啊、孩子不听话，孩子不听，我可挺听话呀。您没怎么了？这是不是我一沾孩子不用功，我发自肺腑，受不得我。您是说他？我说他，我怎么去？再骂我两句，师傅，去去、啊啊。你师傅挺疼你的了。嗯，对，气得我不行不行。您有什么事？您别老这么说话呀，对吗？是，说完了。啊，行啊，说。另外啊，你谦大爷给你上课，说你一切都为你好。一句一句往心里去，听明白了吗？听明白了。后边休息去，好嘞，咱们上家。哎。